有一个要喊你拍的是什么都讲来了，在我家。该送妻女走一些，真是要送妻们了。它这是其实是用两种不同的肉做的。对，这是摆的盘，外面的这是叶子，中间是两种花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花开富贵就说这个是牡丹花，那它这个牡丹花就是非常的喜庆富贵。所以这道菜摆上来之后呢，像我们大家感到非常的，就说一个良好的祝愿嘛。但是它这两朵花为什么有不同的颜色呢？是因为它的材料是不同的。一朵花是用虾仁，然后豆腐，然后拍成片，然后又油炸的。另外一朵花是用鱼，然后把它整个拍成片，然后做成那种形状，然后又油。然后这个还有汁在上面。对，它最后因为我们中国菜讲究色香味嘛，然后它会后面用一些特殊酱料来提升它的颜色。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些叶子也是，如果没有这个叶子，这种菜它的色最后第二天比较完美的一个梦想。然后咱这个课上，哎，再不去学习了。没办法，你这边可以好好上班，你这边你也好，考虑两间公司。